我一开始就定错了，聂宝华。 我从小跟聂宝华一块长大，电机厂子弟，我了解他，特别是性格，很有野心，也一直藐视法律和规则，但他这人平时行事风格非常稳，电机厂大院子弟，谁都认识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你这不触犯众怒吗？铤而走险，这太反常了，怎么可能是他？ 他说的也有些道理，有意思，有意思还在后边呢。我认为，他很有可能就是替别人挡了枪，或者是别人让他故意中枪。你是说我们的侦查方向一开始就错了？当然了，有证据吗？好，我们就等着你告诉我，这个让他挡枪的人是谁。 让刀哥去假装要杀了黄毛，让黄毛误以为是赵刚想灭他的口，这黄毛不就很自然就反水了吗？这下赵刚不就麻烦了？其实你一直知道我跟赵刚有接触吧，跟踪我。 那个，聂小姐，这样啊，我想问你个事儿，怎么就这么巧啊？在这个节骨眼，这么重要的信息被你给发现了？那你觉得，在哪个节骨眼上我应该查到呢？只告诉魏队。那不然呢？我告诉你啊，总副处长。你觉得你提供这个线索，我会相信吗？我没求着你呀。 你还行不行？四队跟我走。你刚刚提供的线索很有用，我需要记录一下。行。 开始吧。 开始吧。哎，茶叶一会儿凉了，你过来歇会儿呗。啊，不用，我给他收拾收拾。哎，你们也来吃啊？你们哎，别光顾着吃，干自己活。怎么着，刑警队变食堂了？哎，卫队不在啊。哎，宋处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电机厂的证人证言都汇总完了，我想给他看一眼。啊，给我就可以。 聂宝华的妹妹，大叔，哎，我有名字，我叫聂小雨。